吼，剪紧吊将我我是在背城英雄，其中少年队啊，少年队嘛，我上熟，我讲我咧只讲啊，大概是走少年队，见只无比我较厉害就对啦吼。啊，因为我拢照咧少年队，干做伊掠鸟啦，开始创啥货无，所以内底三人组有去外口新新大地，赌博店换新外地人，我拢知影。有趣的，你知道慧敏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先结果论，不要讲过程啦，不要你很喜欢，那不要讲。结果论是当年跟调查局配合。不要给我讲，你要给我把配合，跟他恭喜哇，好宽人嘛，全部收押哦，收押以后你就签字哦，那你就完蛋了，你就怎么样啊？那时候为了配合，所以承认自己有拿钱的，对吧？哈，阿里的搞货的你，阿里边起哇，阿里的动你，最后的结果你是没有谈波涛啊，因为你有承认的嘛，承认收押你就再见了嘛，哈。每一个话话不五年甲八年，你说警察们吗？对，警官警察五年甲八年，就算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污染证人条款，没什么公安起诉，没这个米呀嘛，所以呢，你就减轻其刑啊，五年甲八年，承认的，承认的那一天让你回去不用收押，还有五年到八年，不承认的，全部无罪，收押禁见，收押禁见，停止。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无罪啊。那如果无罪的话，要恢复他的职务吗？不啦。所以都是在那时候判的雷厉风行，所以后来变成怎么样？所以后来变成怎么样？后来有几个判有罪的是因为什么伪造文书，还有协助人家逃亡，或者怎么样？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我那人用修啊，有无吼？红修啊，但是我的外报，我的公安部啊，啊，你给他证据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证据不足啦。对，那时候只靠周日生集团几个账，包括连衣裙、衣柜、账房吼，我们这边用代号嘛，这边是代表灰甲逃对吧？那边是什么灰甲逃啊？这边是微博红贼嘛？那后来证据不足的结果，他打官司打了好不容易，那十几年以后，现在无行为的都无罪，官复原职，而且退休，官复原职领退休金，对，是高阶警官，现在继续升官当高阶警官啊，对不对？都没罪啊，可承认的，承认的，没错，第一时间承认的，全部判五年以上。哎，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故事、就是，你是说我们要第一时间认罪？